12:10。大家好，我是兰兰。9点多钟我就出去了，我去了趟磁市口、崇文门、王府井，骑着自行车来回一大趟，出去好几个小时，呵呵，办了点事儿，刚回来。回来给我打电话，他们那个负责拆的那个头，你赶紧回来吧，下午就拆，把这东西腾腾。我说成嘞，一会儿看见房管局的人了，房管局又刚从你们院出来。啊，那个这回你门口宽着了。行，我开始疼。我们那邻居刚才坐他门口喝了好几杯茶，俩人在小院里，哎，弄一小桌子喝茶呢，盖儿刚沏的888的茶。哎呦我天，我先把人咽的给喝了，真舒服。他们家包饺子，说兰兰你中午在这吃吧，就你一人，咱们吃饺子。我一看茴香，我说得了，我别那么不自觉了，是不是？喝点茶得了，我还在人家吃饭。我说点西红柿，我在这煮点面条，然后我给那个给他疼疼。哎，这忙的一天到晚的。下午拆那边对面那几间，他们让我把这东西都疼了，没什么东西。好了，对面的房子下午拆了，你就再也见不着了。做这个视频留个纪念。老旧小城区拆迁，不，腾退改造改善老百姓生活环境。哇塞，拜拜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